热乎乎海鲜汤还冒着烟，搭配姜丝，天冷来上一碗，真的暖心又暖胃。平安夜一早起床，全台各地寒冷有感，台北地区低温出现8.6度，创今年该区最低温。鱼汤店生意也变好，多个2层有啦。天冷哦，热汤当然那个客人会比较多啦。本岛平地低温前3名包括桃园市大溪、苗栗县仅4.3度，新北市4.5度。另外在高山方面，太平山清晨零下2度，天气干冷，没有下雪。云图上面可以看到，冷空气还是在持续南下当中，那水汽比较偏少。上到明天清晨，各地的天气还是持续非常的寒冷，还是要多注意保暖。周六平安夜到周日圣诞节清晨，冷空气最强，要持续到下周一中午后，寒流逐渐减弱，白天天气略回升。不过下周三水汽多，降雨几率增加，又有冷空气南下。那下一波周三下来这波东北季风预计可能会持续到30、31这一天，跨年到元旦这一天，可能迎风面的降雨几率会比较提高一点。那中南部的话，大致上比较不受影响，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民众最关心的跨年天气，因为东北季风影响，将持续到12月31日。北部跨年夜气象局预测可能会是湿冷天气，影响到民众观看烟火秀的完整度，也提醒要出门跨年的民众要准备保暖衣物与雨具，才不会着凉。记者王志文、林义生、杨宗彦台北宜兰报道。我是肖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